2020年的男装春夏时装周。其实一直以来哈，时装周除了可以看到大品牌他们的系列设计之外，所谓大排场的秀场设计也是每年时尚非常关注的焦点。而今年 Louis Vuitton 呢，就在他们的工作室，就是巴黎市中心 Cité， 而太子广场花园呢，就成为他们这一次大秀的主要的背景。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像巴黎的明信片这样。那同样呢，身为米兰潮牌的 Off White 这个时尚总监的 Virgil Abloh 呢，也带领这一次 Louis Vuitton 呢走进了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风格。他们这次用了非常多的花卉元素，放在提花啦、铺棉呐、甚至针织上面，也大量的用了许多的粉蓝、粉绿、粉彩色系列，所以让这一季的风格就多了一种纯真浪漫的样子。让我们来看一下。纯白套装缝上用半透明纺纱做成的 LV 时尚包袋，充满创意又不失高级质感。LV 2020春夏系列中出现了许多花卉相关元素，带入服装设计，颜色则选用不少符合季节性的粉嫩色彩，像是低彩度的蓝、粉、黄、绿、红等纯意盎然的颜色，与花卉相衬搭配。这次的 LV 春夏男装系列充满透明纺纱与特殊剪裁，带有下摆的西装外套附上松紧拉带，与机能性的裤子、上衣都是出色的单品，依然可见时装与街头服饰的完美结合。